喜欢家和万事。对对对，我喜欢家里面是回到家是，老婆是很开心的，出门她也是很开心的，然后儿子笑得很开心，看爸爸他出门很开心。儿子也要笑。我问早上起来，我第一件事我就是去看小孩，我就说，哎，你起床了，因为他都比我们早起，因为他可能。真的很多废话，以前一个婴儿要小心。你起床了。我觉得摩天哥一直都是这样废话。他本身就是一个废话王，废话王，废话王，废话王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